这儿有好多坑啊。哦哦哦，哎呀，塑料袋掉了。哎呀，完全掉了。怎么办？他就抛弃你了。他就抛弃我了。是我的爱情。他就是。他每次都这样吗？哎，心都碎了。你喊他一下。哎呀！他还问怎么了？哼，怎么了？要去犯二了，觉得自己很聪明。看看他弄什么呢啊？我去看一看。哎呀，这坡有点高，爬不上去。来，大喊一声！叫他喊他就喊，他是不上。哎，走嘞，捞鱼去。哪有鱼啊？不下雨了。我们哎呀，马上就能看到海了，听没听到海的声音？大海，大海和大海，这是大海和大海的故事。我感觉这个浪挺大的，会不会被冲下去？为什么回来了？来不到。要开始了，导演催我们了，我们还是过去吧。等会儿见。好，可以啊，准备啊。就放在沙滩上放艇了，给。过大桥，海哥，
海哥，还有那威武的身躯，这手挥出来厉害。你们俩冷吗？冷，脚已经麻了。那海水冷吗？海水冷，每次潮水都比上一次更冷。习惯了，这就是爱。比你拍戏的时候水还冷吗？没有那时候冷。真假的？没有拍戏的时候水，拍戏那是结冰的水，那是冻麻了已经。拍戏的时候那个脚上面很疼啊，现在还会疼。王锦瑜，你是不是有多动症啊？什么是有多动症？你是不是不动一下你就难受？不动
对生活充满了好奇。那个车身能不能？他们要不先把鞋挂一下吗？黄景瑜没有那个大衣没拿过来吗？那个不穿。这哪家给我洗啊？这不稳啊！等一下，老家太太洗碗，老家还要加一些。有点儿花一句。我也加几两吧，干嘛？这样，奶奶说什么？来呀！来呀！妈，老家那家那个有钱。哎呦，看看这个良言。今天这么斜着今天这么低可以啊他说你是好小伙说你以后能发财的好小伙来准备开机是不是应该感觉有点冷啊？这录音感觉有点冷，不还在着火，但还有点冷。把你的手帮他捂一下。好的，换个角度。能拍清楚？有光吗？确认一下位置啊，来，来，那个演员，我们来确认一下位置，就到那个眼神对视的时候那个位置。对对，已经进去了。来，金国，你看一下，你调整一下在里面。好。怎么样？OK 啊，好，那个顾海就往你的右边坐一点点，然后再看一下那个白洛因的位置，再进去那个画面开始啊，就一个弧度就好了。脚不用伸进来了，脚不用伸进来，就身体出去就好了。这样，直接就这样往里往里进一下那个。现在打雷胶。哎呀，怎么在录视频？来准备，经过机位 OK 啊，三、二、一，开始。
他后面有人，后面。后面是我吃。来准备，快！来，准备啊，准备。开始。三二一，开始。二点，我的牛跟针头灯头跟我拔到车上去，拿个片子来把一点二牛遮一下。天气怎么样 ？OK。好，准备。三、二、一，开始。你们雨伞呢？有雨伞呢，拿来把机器遮一下。拿过来了，拿过来了，那边呢？后面有影子动啊，再来。来，你们那边不动了啊。哦，那边人把这个整个灯光挡住了。不要挡光，不要挡光哈！来准备。那边的灯也熄了。哪边？那个大灯啊。没关系。那个没关系，那个影响不大。三、二、一，开始。好看，好拍剪影，再来一次吧。你正面好。哎哎，那谁，周周，你把刚才那话再说一遍。那个导演哪去了？你再说一遍，你说这次借位。周周，许魏洲，你把刚才话再说一遍。这次借位，这次借位。他说他不想借位。来，帮忙，不好意思，后面稍微让一下，让一下，我们看到了。表可以说吗？我拍个全景吗？表，我拍个全景吗？拍全景啊，可以啊，那我就拍。下雨了，看看。进去，拉个小雨。哎呦！看到了。没有，没有，没有。太棒了！这边。OK 啊。哎。咱不会拍到了。我是这么高拍的。不是我这个。这么拿着。OK， 来，我们准备。OK。三，直接那个亲吻，那接吻是吧？从狮子相公开始，我们来一套。你看这样。对对对。好，准备。三，二，一，开始。好，看。我们再往中间轻一点哈，这边，对对对，这条，对对对，然后再一起下去，来准备，下去以后动作再大一点哈，还要倒下，对，倒下，然后动作大一点，在底下，准备，三、二、一，开始。好，倒下。不要过来，往后面，往后面过来。好，太夹了，太夹了，干嘛呢？太凶了。你能不能正常一点？来，准备。哎，你们俩那谁，黄景瑜，你亲着倒啊，亲着倒，嘴不要有太大缝隙。对，三二一，开始。老实点去走。
哈哈哈 ，OK。说冷不冷，说热不热，也不冷呀、啊，就是很清爽。去哪买早餐呀、啊？面朝大海呀、啊。去哪花开？好贤惠啊，就我们出来买早餐。不，人家是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我们是早起的鸟儿买早饭，你知道吗？这个早餐呢？